新加坡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琳，很开心，很快又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雨天后，徐佳莹、阿琳、梁文音即将席卷诗城，带来全新组合，三位拥有一把完美歌声，让您听出耳油的演唱会，8月10号晚上8点，新加坡室内体育馆，请拨电3158-7888或上网 www.sportsoptics.sg 购票。我们都是歌手演唱会，我准备了很多歌曲，而且这一次可以跟徐佳莹，可以跟梁文音一起在同一个舞台上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前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一起唱，一起跳，一起开心。